放这是这边，对，就这边十楼的十楼比较贵，十楼比较贵，七楼也是五十啊。停车的那个，停车的那个，那都已经安好了。 昨天是有住在那里吗？啊？没有，那他怎么又跑来讲这个事？他住另外一间。那怎么会说？他是香港大主管手下最大的头，然后我是香港大主管去跟老板要过来的。 没有预定。